装的时候要保证这个手能转动这个盆子。这边那个里边有个止退垫，那个槽，对，那个槽，要对着那个螺母上面那个槽。把它竖住就够了，缩紧就行了。装好之后，里面加油，继续往那个轴承里面加二硫化润滑剂，耐高温的。把那个注意点，这个槽，这个加油槽要对着加油孔。这个加油孔，对，加油嘴。三个小孔是拧螺丝的，一个这是加油孔，把这个孔装好，对。再有个油封，把油封上那个敲下去，敲跟这个面敲平了。下一步上那个甩料盘，甩料盘这儿有个顶子孔，注意一下这个顶子孔，就是这个丝的位置顶到那个孔上，然后把螺丝上紧。